小姐，你拿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回收的这个就不能丢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个你要重新再弄了，对不对？吴永琪，哎，很正哎，你挑不出来了。你这样我真的挑不出来哪一张是不好看的，哎呦，每一张都好扯哦，我真的啊，吴永熙了，哦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他这个维护形象维护到不得了，因为他是浪直播的这个扛把子，扛把子没错，哎，里面最重要人物就是他，他永远要美美的，一定要私底下公开场全部美美的，颜值担当。有一次转身过来，然后突然起床了，哎，还是弄得美美。抓了，怎么会？起床，不要很大，什么情况？他妈妈呢？他妈妈跟我说，哦，是你，是你看到的。我们是那种人嘛？是啊。哎呦，吴永熙，哎，这女神呢？我们赶快到他们家去突击一下，来。阿北，不然我们在录影，我们在录影。我出事了，阿北出事了。你才准备初三得出事。也要演，好无聊。我是在出任务的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等一下要去突袭吴永熙，他等一下要干嘛？他等一下要去倒垃圾。我跟你讲，倒垃圾的女孩子是最邋遢的时候。对，我要看看她素颜邋遢的她跟荧光幕前的她差别有多大。垃圾车都来了，却一直没看到吴永熙的身影。等不到人就算了，还被误认是收垃圾的。没，谁？还自动把垃圾给我。突然间，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匆忙的身影。冲冲冲，推出自信同城冲。冲冲冲，大步飞踏花香。哎，那个小姐，你来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冲！哎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。哎，我帮你检查一下垃圾了，因为哦，最近很多人哦都乱丢了。你像你这个都不行呢，来来来，你这个拿一下，这个都不可以啊，这个你看。回收的这个就不能丢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个你要重新再弄了，对不对？吴永熙，哎，很正哎，漂亮哎。画风就这样百般刁难，直到这个不是这个碗，这个纸盒哦也不能丢里面，纸盒也不能丢里面。喂，车都走了。哎，小姐，你长得很像一个女明星哎，我也长得很像一个男明星，你看。我长得很像刘德华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哇，跑掉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是大热门特别企划，我们要来看女明星私底下的一面。哇，他没化妆，维护形象。哇，维护形象。我现在就帮你捕捉一下，倒垃圾时素颜私底下的，好不好？Claire长什么样子？耶，很漂亮哎。OK 啊，用这台，这台是4K 相机。躲都躲不掉，要拍到不会。那更丑。而且球的不在这里，球的在后面。我们现在不在这拍，我们要去垃圾车，找一台垃圾车拍。看来很好，对对对，来清一下，清一下那个垃圾袋，清。那是你另外一半，对不对？什么啦？很好很好，再来，嘿 ，OK， 好。哇，好多阿伯围观哦，自信很高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赶快来欢迎吴永熙出场。素颜，他这个素颜太疯狂了，厉害厉害，美爆！你脸上这个没有化妆，那个青筋哦，好像掐得出水。对啊，很 juicy 啊，皮肤很好哎，哇，条件很好嘞，皮肤很好哦。啊，那一天有没有吓一跳？那个大根有吓一跳啊！啊，有人检查垃圾，检查身上了吗？对啊，哪有人这样？对，哪有人这样？垃圾车跑掉！我要宣导哦，你那里面真的很多回收。它里面有碗肠，你知道？啊，碗肠那个盒子，碗肠的盒子啊！你我今天把我的垃圾带来，你会便秘啊？哦，我超级容易便秘，我只要一个礼拜。阿丽的，我一个礼拜没有吃泻药，你要吃那个胃肠菌，那你平常穿着是用什么标准在打扮自己？因为我就喜欢走一个就是毛茸茸舒服路线，所以我的外套是毛巾布的，哎，对这个哦，睡衣，对对对，然后。有一次舒服，就是有一次舒服什么什么东西？有一次你讲什么？有一次是舒服，你就会要求第二次。有一次舒服，哇，好特别！因为我的居家服太舒服了，所以我才直接穿去跟我姐妹约会。哦。差点下烂，姐妹还可以啊，姐妹还可以的，喜欢的男生那自然就比较对。
喜欢的男生，对啊，他就不接受我穿这样是吗？哎，我接受啊。没有问你，没有问你干嘛？对啊，你回答呢？这一群的女生呢，俊讲听说俊讲 OK 吗？会很喜欢。これ。那是これ。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是素颜，对，还不想，他刚看很久，他刚盯着看很久，人家就真的是素颜，真的，很多，你是不是不相信，然后想过来会摸一下，摸不可能，没有这一段，没有不行，对啊，你应该要讲就是没有，要是宪哥先摸你，再去摸宪哥的手，哎，是，你就会知道哈，露露有点辛苦，接的，露露，把他感受一下了，感受一下，哎，还真的呢，哎呦，真的呢，没有粉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没东西，还是没有你，还是没有你。鬼鬼祟祟，把他拖到桥上一点。鬼鬼祟祟，来，我们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无滤镜照，来，哦哟，会不会紧张？一点点。在垃圾车前面拍照。哦，一二三。像啊，这个你根本是仙女，不是单身的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已经挑不出来了。屁！你这样，我真的挑不出来哪一张是不好看的。哎呦，每一张都这样，我真的尽量把它拍丑了。哎，你也太会拍了吧？其实我适合当摄影师。会拍照哎。你拍超好的，连那一张低头的都看得出来，那个欢乐 feel 有没有？哎，那个都是他 IG 的 pose 1:1，这个好找着拍的，这个真的好看，太美，真的好看。来，三位男来宾，你们来排位，不要不好意思啦，直接讲啦，这他一定是你怎么样？我们来了，日本人决定，一起决定吧，一起决定，一二三，一起讲，一二三，一啊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你看人家加一还好，刚你没有坐第一位，要不然就难看喽。要不然要移动的话多麻烦，多麻烦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朱佑熙现在坐上无滤镜女神 number one， 太厉害了，这个真的太厉害了。他是有关到心跳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对他这个哎勾魂呢，一下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干嘛？好，什么有经验啦？老板，你会不会啊？老板，我怕头发都弄乱了，肿出来。人家头发对啊。好，来哈 ，OK， 嗨，两位一杯。地东，注意哦，上面这个我们现在看一下。这个是要到几？你现在已经，我现在104哎。超过120才可以结束，120就可以结束，好不好？好，手要给我们看到啊 ，OK， 来一杯，开始。哇塞！哇，好刺激！哇，这太厉害了！这受不了！哎，你的心跳怎么变199了？好害羞！再轻一点，修复，冲了啦！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修复。先不要，九叔不行，我来，九叔真的。老板，大家都能 play 一下吗？老板，人家又没有花钱买你，又没有花钱。忍耐一下，你要付钱，不要花钱。你那什么表情，老板，好，老板，有99了，老板，心跳降低了，他心跳降低了，要不要上修车？97了，100了，103了，老板你要不要？107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对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可是你看他